大家好，我是游全城。我现在在的位置呢，我身后的这条路是济南市第二条东西的大动脉。这个我身后的隧道就是白马山隧道。这个都知道，这个刘长山路是济南市第二条东西的这个交通要道。但是由于这个呢，这边前面那个铁路啊，没法贯通，所以最后呢用建造了这个白马山隧道。这个白马山隧道的贯通呢，使得这个东西长的这个大动脉，刘长山这个大动脉得以贯通，极大的方便了交通，这个也给市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。大家呢现在跟着我去看一看这个白马山隧道。好。